你的牙齿真的刷干净了吗？可能很多人觉得我们每天都有好好刷牙，牙齿至少是比较干净的。我之前就一直是这么想的，直到某天我发现我的后槽牙长出了长期刷牙不干净才会出现的黑线，小时候修牙不好的回忆袭来。再看看现在修牙齿这些价格啊，看来每天自己刷是真不行了。毕竟人不是机器，刷干净的标准真的太难把控。甚至现在网上电动牙刷风头正火，有不少强清洁的、长续航的，居然还有带屏幕的。那使用电动牙刷能不能刷得更干净？带屏幕的又究竟有啥用？带着这些疑问，我们购买了网上近期销量和性价比都比较高的三款电动牙刷，回来实际测试了一下。首先还是简单过一下包装配件，300元左右的包装，笑容家和罗曼都做得很精致。如果是作为礼物的话，飞利浦就显得略微简陋了一些。不过买回来自己用也不看这些，配件上飞利浦和笑容家都附带两个刷头，罗曼只有三个。值得注意是，罗曼和笑容家这两个续航半年以上的机器，采用的都是防水 C 口的充电方式，而宣传续航时间只有14天的飞利浦，则是采用无线充电底座的方式进行供电。就牙刷本体的外观来看，三者中笑容家这块屏幕以及罗马柱的外观确实显得比较独特。但牙刷嘛，本质工作还是清洁能力，就是不知道这块屏幕是否能帮助提高清洁力了。在测试之前，需要稍微检验一下大家的刷牙知识储备。中华口腔医学学会推荐的目前最好的刷牙方式——巴氏刷牙法，不知道各位同学了解多少呢？它的步骤大概是这么多，这一套用下来大概就可以完整标准的清洁一次牙齿了。我刷不干净牙齿也很好解释了，因为这一套流程也不会做，太难。那使用这几款电动牙刷是否可以具备良好的牙齿清洁力呢？为测试三款牙刷的清洁能力，脚边同一个人测试每一款前都保持24小时不刷牙，使用可以显示牙菌斑的牙菌斑显示器涂抹牙齿，可以很明显的看到牙齿上的牙菌斑被附着上颜色。然后使用这三款牙刷，每次刷够2分半的时间，最后的结果也挺出乎的意料的。三者的牙菌斑清洁效果，其实在常刷的牙面上，比如正面门牙、侧面大牙地方都相差不多，牙菌斑去除率以及清洁能力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不过通过牙镜观看内侧牙齿的牙菌斑去除率就不太一样了，结果是笑容家清洁能力最全面，整个口腔几乎没有漏刷的地方。其他两款的话，可以看到在内侧两边都有一定的牙菌斑残留，不是他们刷不干净啊，只是在我刷牙的过程中，虽然整个牙齿都保证刷到过了，但是在有限的时间内无法如同机器一般长时间精准的照顾到每一个位置，所以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漏刷或者是少刷的现象。这还只是在我使用了牙菌斑显示器的情况下观察得到的，如果不用牙菌斑显示器，刷完牙确实很难发现哪里有漏刷的情况。来到笑容家这边，它清洁最为全面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因为这块多出来的屏幕，我就挺好奇了，这一块小小的屏幕又是怎么帮助我完整干净的清洁整个牙面的呢？首先，这块屏幕除了显示各个模式的选项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在我刷牙的时候，可以实时显示刷牙的时间和刷牙的具体位置。首先就是时间上，不知道大家平时刷牙有没有估算过大概时间？我自己平时刷的时候就没有严格要求，每天自己刷已经习惯了上下左右刷完一轮，自个儿就觉得干净就结束了，时间大概2分钟左右。笑容家这块屏幕上可以显示出准确的刷牙时间，按照我平时习惯刷牙的方式去刷一遍，结果就是完全不合格。一个完整的清洁流程至少也是需要3分钟才够。而所谓的具体位置提示，就是在你以为刷完刷干净的时候，找出并提示你哪一部分的牙齿没有清洁到位，需要在牙齿的哪个部分加强刷一刷。刷牙的过程只需要看着整个牙齿在小屏幕上一点点填满，不够的再补充多刷一下，就能起到一个很好的完整清洁牙面的效果。这个过程还是很解压很有意思的。用过这块屏幕，我才发现原来我以为的干净并不是真的干净。这个功能虽然只起到一个辅助提示的作用，但是真的可以减少很多刷牙时我以为干净了实则不够的场景。没有这个功能的其他两款电动牙刷，刷着也是真的不清楚哪个地方刷的不够。现在有了这个精准识别盲区的功能，让没刷到的地方看得见了，我觉得就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类似我后牙黑线这种因为没有刷完整进而造成的牙齿的各类问题。那这个精准识别盲区的能力到底精不精准呢？我们使用一个假牙刷一刷它的各个部分，测试一下它的识别能力。可以看到，在刷上门牙部分，准的；左下大牙部分，也是准的。刷各个部分也都能精准的识别到，这个识别率还是有点东西的，也确实可以实现看着这块小屏幕就可以放心刷牙的目的。
到这里，这块屏幕还有一个其他两款没有的功能我没讲到。我们手上的三款同价位产品中，飞利浦这款一共三个模式，罗曼一共五个模式，而 Usmail 笑容家 Y10 除了常规的亮白、呵护、清洁模式之外，还具备一个特殊的智能模式。之前精准识别牙齿的位置信息是通过搭配内置的六轴陀螺仪实现的。 Y10 身上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可以根据你在口腔内部的刷牙的不同牙面，不管是咬合面、内侧面还是外侧面，陀螺仪识别出来之后，进而根据不同的牙面结合科学的巴氏刷牙法调节不同的刷牙模式和摆动力度，达成科学干净刷牙的目的。例如外侧面需要45度上下摆动才能最有效的刷干净，它就会实时调整为上下大摆幅，不需要我再重复巴氏刷牙的步骤，它就自动给我调整好了。果然人懒才是推动科技进步的关键啊。三款牙刷就我自己的实际体验使用下来，清洁能力各家的表现都还是很不错的。如果能保证足时足量的刷牙，它们都能有一个不错的清洁效果。笑容家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可以自动识别牙面，识别未刷盲区，让我的刷牙过程更加简单省心了一些。这点的体验也是同价位其他家给不到的。一些牙龈敏感用户比较关心的磨圆率方面，磨圆率其实就是刷毛末端磨圆的处理度，磨圆一低的刷头就很容易造成牙龈的损伤和出血，所以购买牙刷的刷头时一定要选磨圆率高的。而我们肉眼一般是看不到这个磨圆率好坏的，那么就放大放大再看，150倍显微镜下，这是三者刷头磨圆率的效果。笑容家的磨圆率表现最好，罗曼的磨圆率次之，也是非常不错的。飞利浦就还可以在很多刷毛表面看到没有完全磨圆的痕迹，表现就不如前两者那么优秀了。除了清洁能力，刷牙的舒适度也是很多同学购买电动牙刷会比较在意的点。每次不小心电动牙刷打牙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像用指甲划过黑板一样，浑身鸡皮疙瘩就往外冒，导致我每次刷牙都要小心的避开刷头其他地方接触到牙齿造成打牙，刷起来也不是很舒服。用传统刷头刷牙的飞利浦和罗曼大概都有这种感觉。 Usmail 笑容家 Y10 体验上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刷头配备了减重缓冲的橡胶材质，别人家打牙是这个样子的。Y10 打牙是这个样子的，这点确实是值得点个赞的。其次，我平时刷牙挤完牙膏习惯先开机再入口，应该大部分人和我一样吧。我身边倒是还没见过先入嘴再开机的，不知道弹幕有没有类似的情况。之前开机的瞬间就要立刻放入口中，因为太慢导致重新挤牙膏的情况我最近也是遇到过不少次啊。而笑容家有一个小设计，在于开机后它的震动存在一个3秒的渐入过程，之前弹掉牙膏的情况基本就可以避免了。不得不说，这类实际体验上的小细节把控，笑容家确实做得还是蛮好的。总结，大家都知道刷牙很重要，但是日常生活中既想要刷得简单舒适，又想要刷得干净，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我觉得 Usmail 笑容家 Y10 通过可视化的屏幕以及智能识别牙面的巴氏刷牙法，很好的做到了刷干净的需求，看着屏幕就能完成一次简单干净的刷牙，给了很多像我一样总是漏刷牙齿某些地方的用户一个很舒服又安心的刷牙体验。另外还有保护牙龈牙齿的压力感应、不打牙的橡胶刷头等，同时又可以提供一个很舒服的刷牙环境，光是这两点我觉得就已经很符合我的需求了。而且还有着长达半年的续航、1年免费换新等服务，不愧已经是国内销量第一的品牌了。如果你也和我一样想要一款易操作刷得干净又舒服的电动牙刷，300元价位的话，我觉得 Usmail 笑容家 Y10 确实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所有内容了，这里是今天科技，我们下期节目再见，886。